拖懒劲，出门又不带闪现，我就专打这种不带闪现的阿卡丽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他不带闪现，我们二级或者三级直接把他秒杀，秒杀。AQ，等他过来啊！进草丛放个 Q，你看，他想干啥我都知道。攒点怒吧。补刀吗？不补刀。这干哈呀？玩不玩了还呀？那二级银马连个 buff 都没有就刚啊！我日你哥！我来了，给我干他！给我干他！哼，我打死他了。回上路，哎，蓝 buff 被他拿走了吗？哎呀，这个蓝被他拿走了，挺难受的。这人真是连个 buff 都没有就上来抓人，我真是头痛。他生了，他生了，我们小心点儿。出门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把出可血行不行？算了吧，那鱼我感觉还好像还是挺近，比可血狠。关键是机动性这个问题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你要死啊，小妹妹！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回家啦！他出药了吗？他出药了，我们不出药会不会被他耗到死呢？这血，我不想出这个，这攻击力太低了，我想出这个。这攻击力就加了五点，这个加25点。算了，那鱼能回血，我们直接875。这一个攻击力直接给我加25。那个就加5点，差2点攻击力。
殿下好忙。你送他他回家，你说你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平美一 Q， A 阶一上来八八六，平美，平美点烟 ，A 阶 Q 死掉。没有这二十五攻击力是不是坏了？打不死了。坏了，他回了一下血。哎呀，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正好差了那一下 W 的回血，回了一滴血。还好吧，我们不是被瞎当的，可以接受。银马这波还得来，因为我没有大了。这波阿卡丽有大，小心点啊！这波如果死了，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再杀两回阿卡丽呀。哇哦！去把银马的红打了，不能让他太顺啊。600块，亚索攒个风过来。差一点，没事。哎呀，维克托打不死，我操！着急了，再等一下好了。不过我已经挺近了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攒个五十怒，这波塔下杀。挺进 Q， 红怒 W 平 A 一死。赶紧把塔拔了。才8-13，其实也还好。就是这扎克才6级，不应该啊。
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赶紧把上塔拔了，然后我们得去帮队友了。最后推一波回家，没事，人马跟那个阿卡丽、亚索这我都不怕，我主要是怕谁？我主要是怕芬女儿和波比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护甲还你们不会这么多人打他一个打不过吧兄弟，我醉了，他在打 F6，我们先杀银马啊！哎呦，阿卡丽，挺进一过来平呗，给我杀！就你是战神，哎，就你是战神，你他娘的给我打龙！打个红，你别推了，挺进 W A E Q 一回来，漂亮。亚索上当了，走，就你是战神，你是个屁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事儿这中间啊，先把阿卡丽杀一下吧，省着推我们的塔。你不杀他，他推我们二塔，那我可就看不下去了啊！这怎么就不让回家了是吧？没完了，我挺进。能不能让我回趟家？我不想再打了，我要批发，我要进货了。嗯，漂亮。나서스언제까지도망만다닐거냐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人马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先杀芬女啊！嗯，阿凡。
天红怒晕银蟒，一上来挺进，红怒晕平A 接 Q， 这他妈跑的是真快。嗯，先把阿卡丽杀了。阿卡丽心态爆炸了，挺好。可以，他俩把这峡谷打了。出杀人书啊，出美甲切魂卷呢、啊、他能明白我意思不？我首先点了一下美甲切魂卷，我点了一下维克托，又点了一下对面阿卡丽，他能明白我意思不？这不出美甲切魂卷，我马上到。那银马在这装些什么东西？这银马呀，你是觉得你很幼稚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幼银马？那波比怎么回事？谁杀我？我看谁好死！来杀！来！来，谁也别走！哎呦我操，谁也别走！不行了，先撤一走。饶他一命。拿吧，我要这玩意没用。我咋走了呢？那我这1000块不能给他们呀？我这1000能给他们吗？是不得中推一波？晕一过来，抽一下，平 A 一过来，平 A 开大招，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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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晕住，挺进 A 一抽一下，想跑一过来，我上了，红怒抠，先把阿卡丽给我杀了。挺进放扣，还是不是很幼啊？投降了，还不幼。那都让人打上这么点血了，一共才3个人打我，正常他们打我都应该不掉血。